我介绍一下 ，Miss Impossible 这位老师他是原作曲，这首歌是他做的，所以不是的，我做的这。他唱的是最新一代的 Miss Impossible， 我唱的是最老的007。啊、有奖送一瓶洋酒。洋酒不是早就送我的，不是方哥的，妈的。那什么，不要乱讲。